各位，今天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这位呢，享誉东南亚、北美、全球的仓储主管丹尼，大家掌声。仓储主管吗？仓储主管没错了。但是你会十八般武艺吗？我们丹尼姐可是身怀十八般武艺绝活的。什么十八般武艺？她连150公分都不到的，我不相信她会使东西嘞。你不相信？耍两下给你看。就是。棍子来。请让一下。哇！意思以后谁要不好好干活，你还能敢拿棍子帮是怎么？哎呦，不用棍子打你，让我们双节棍打你，双节棍。哇！服了，这个主管呢，你来当。教我双节棍。